我真不知道八年前我伤害了一个国之栋梁，我竟然说他不喝酒。对岸有很多导弹对着我们呢，可是我朋友就只会讲说啊，那不就很调皮导弹？我想说，请问可不可以有点反应？我先停下来想。你有想到七年前吗？我有，既视感很严重。我们来聊一下台海战争怎么样？哎，因为我去年巡回的时候到美国，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是：哎，你们台海战争会不会很紧张啊？是不是快打起来？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台湾人给的答案都是啊，那个没事啊，那个顶多就是死掉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剪掉，剪掉，我拖好吧，我拖，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一直跟我身边的人讲说，这个对岸有很多导弹对着我们呢，可是我朋友就只会讲说啊，那不就很调皮导弹？我想说，请问可不可以有点反应？笑死，笑死！我先停下来想。你有想到七年前吗？我有，既视感很严重。我这七年前，我的能力一点都没有进步。我单纯就是指望他们可以给我一点反应。重要，不要吼观众。但是我现在好崩溃啊！他们很害羞啦，对他们害羞，害羞啦。我继续讲哦。三倍杠杆放空台子棋，那传来线报说啊，桃园机场炸毁，说好爽哦，我刚好放空华航哎，中华航空、长荣航空，空空空，拉拉队都出来跳说啊，炸裂台子棋，一起炸裂台子棋，好开心啊，超爽的，炸裂，超爽的，赚翻了，买房子会都会看，哇，没有房子可以买，好开心哦。可是最后还是要认真讨论一下，就到底要怎么避免这场战争？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借镜，就是到底为什么北韩现在还没有打南韩？对，我觉得是因为南韩有 Blackpink。哦，是吗？对，南韩有 Blackpink， 因为谁敢打 Blackpink 啊？对，你怕我基础像秘书，对不对？我开花，我能让你脑袋开花。你敢打 Blackpink， 全世界与你为敌。就算世界与我为敌，全世界与你为敌。全世界的国中妹跟高中 gay 全部拿起机关枪开始啪啦啪啦，把你射倒在地上。敌方喊杀，我们喊丽莎，对不对？啪啦射到地上，然后对他唱说 Hit you with that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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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当时在鼓励他，哎呦，活得厉害的啦，厉害的。一个人在这边本来就很不容易，真的啊，真的很难。演艺圈里面发生了这个事情。我真不知道八年前我伤害了一个国之栋梁，哎呦，没这么优秀的一个舞台的工作者，然后我竟然说他不喝酒，那个是节目的，宪哥，宪哥，今天我证明宪哥是对的，没有，没有，没有，这都折掉了，但是当时是真的不好笑，真的，喂喂，什么酒？游戏，这我就摔要摔成这样子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不要一起上？加入？不要，太尬了，太尬了，太尬了吗？唱阿弥陀佛唱了19年了，但宝卡没用过。你可以跟我一样发愿求往生，我每天求早日往生。我要希望死掉吗？我可以问一下，19年前是什么样的契机？就已经信佛教了吗？还是？哦，没有没有，19年前没有，是因为19年前母亲。阿弥陀佛，遇到国恩先生了，你是我的偶像哎。其实您讲阿弥陀佛，我最高兴。任何众生讲阿弥陀佛，我最高兴。为什么高兴？你们消业障，消业障。跟大家报告哈，我唱阿弥陀佛唱了19年了，健保卡没用过，当然健保费还是要缴。因为那是政府规定的，是我也没自费看过医生，就是没有用过健保卡，19年都没生病。对，不是没生病，是没用过健保卡。我可以问一下，19年前是什么样的契机？因为你一直提念了19年，对对，19年之前，阿弥陀佛姐是就已经信佛教了吗？还是？哦，没有没有，19年前没有。好，我还是跟大家一样哈，就是吃荤的啊。是因为19年前，我为什么一直记得19年呢？因为我母亲19年前过世。那我就从那时候哈，也没有人告诉我，就忽然的哈，忽然的想要吃素。我是先吃素了。我也不懂说吃素有功德了，我不懂哦。其实吃素是最好的放生，
好，因为不会因为你要吃众生肉而杀生嘛，是好，所以是吃素是最好的放生，而且是福报，是福报，不会增加新的冤亲债主。好，那后来有一天哈，有一天就开电视看了佛教电视台，是就是听信愿师父开示，信愿法师开示，哎，才知道说，才了解，就像伯恩先生您刚才提到说，读佛经哈，其实读佛经就是帮助我们开悟，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帮助我们开悟。开悟是什么？了解人生、宇宙、生命的真相。切记这两句话，释迦牟尼佛讲的。万般带不走，是唯有业随身。唯有业随身。对，善业跟恶业有办法互相抵消吗？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那个不好的业要怎么消除？你念阿弥陀佛可以消。哦。只有念阿弥陀佛可以消业障。OK。所以一定要多念。刚才出来的时候哈，差点被一辆即使过的那个机车撞到。嗯。是真的，差一点，结果竟然没事。还有我这19年多以来哈。被车子撞过差不多有20次左右，那是真的有被撞。嗯，没事，没事呢。没事，这个要保证什么？保佑，真的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啦，是佛力不可思议。你可以跟我一样发愿求往生。求往生的意思是我想要我要希望死掉吗？像我每天求早日往生，早日往生。像我现在又讲早日往生。嗯，阿弥陀佛他有大神通都知道。但是也没死啊，反正越来 越健康、uh-huh. 哦、不用担心。有些人错误的观念说啊，我求往生以后不就要死掉了？没有，是你反而消灾延寿，平安吉祥，健康快乐。有想过要唱到大概几岁吗？几岁退休？没我没有退休这档事。我跟他回答这句话，我没有领薪水啊，没有上下班这件问题，也没有想到退休的问题。哎，你唱那个小蜜蜂版啊，就是我现在每天出来唱的啦、uh-huh. 我发现这首人家最喜欢，嗡嗡嗡、oh.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原来是小蜜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以为这是小美冰淇淋，不是，这个是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哦，对，阿弥陀佛。我最有印象的是这首。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还有绿油精，绿油精，以求绿油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哇，太好听了！阿弥陀佛，其实阿弥陀佛怎么唱都好听，嗯，好听又不会跳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伯恩先生，你唱得很有天分哎，要不要一起去唱佛利益众生？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要怎么去？骑脚踏车。骑脚踏车，来、啊、一起走。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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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Hello，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不要一起上？加入？不要，太尬了吗？真的。我要把你的那个音量开大一点。OK， 开关开大一点。好，好，开玩笑的啦。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伯恩先生，请来站这边。OK， 好，车子放着，放下。OK， 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谢谢你带我来唱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你也共善业，谢谢，就是也一起做功德。谢谢。祝福你跟你们全家大小，还有你们所有每一位员工，每个人都蒙佛力加持。消灾延寿，平安吉祥，健康快乐。
其实这个是钱买不到的哦，平安吉祥、健康快乐，这真的是钱买不到的，是钱够用就好了。是，常常请常常念阿弥陀佛，保平安、保健康。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谢谢，功德无量，谢谢阿弥陀佛。啊，我。就是刚刚我觉得唯一有体验到的就是他讲的求往生啊，我刚刚一路上我就是 好希望死掉，我宁愿我好想要往生哦。到底要怎么样在路上那样子唱，然后不在乎其他人看你的那个眼神。而且我刚刚有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他会走一走然后停下来，突然对着一个摊贩唱，然后原本不知道他怎么选的，可是我猜那些是有在卖肉的，就是因为那边有更多的，我在猜啦，有更多的灵魂需要被照顾到，所以他就会在那边停下来，然后唱特别久，这样，所以他就是看数量，所以到了一个路口，然后人特别多，他也会停下来唱特别久。今天一开始听到背景音，就阿弥陀佛姐过来的时候，我想说，哇靠！真的是他，因为公司的人就知道我在公司里面许这个愿许蛮久的。自从我许愿到现在，我就开始担心说，他愿不愿意受访啊，或是精神状态怎么样，我都不太确定。可是今天我是蛮确定，就是说他巴不得大家都听到这个能够超脱轮回的好消息这样子。反正最后在揣摩那个境界啦，到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有对一件事情的热情强烈到每天从早到晚，他刚刚讲的时间分布很广，从早上七点，然后他又说他半夜两三点四点有时候也在外面，就是有谁有这样的热情。我真的觉得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flow 的境界， flow 了十九年。我大概剩下唯一的心愿就是我想要跟他一起出一首 Cypher， 然后他就当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我尖奏，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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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你在这个世界上千万不要摸索，别再摸头，听他别再多说，听着我姐姐的话，那么阿弥陀佛之类的。我们再想想啦，我们再想想，因为对吧、啊、，MV 一定是可以让最多人听到，就下个月好不好？